有一种态度，是对完美的执着，所以我们专注细节，凝练品质。有一种思想，是对创新的解读，所以我们放眼未来，与时俱进。有一种服务，是心与心的交流，所以我们聚力倾听，迎合需求。与健康同行的旅途中，我们从必然中寻求偶然，与时代融合的过程里，我们从不变中追求改变。以创新为本，以品质为先。随着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，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也越来越高。山东博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一个不懈探索且持之以恒的医药研发企业，肩负着人类健康的光荣使命，着眼于中国绿色医药化学事业的更大发展，始终坚持创新发展战略，逐步形成了以科研、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专业生产高级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的生产企业。2005年，博元药业再梦起航，历经近20年的发展，从一个初心使然的研发团队，到国内知名的高级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的出口生产企业。一路走来，博元药业始终秉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企业宗旨，以专业的精神、开拓的激情，书写中国高科技制药行业新的发展观。创新是企业发展的驱动力，博元药业紧跟国际新药研发动态，注重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打造，不断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，加大技术和研发投入。在博元，我们打造设备齐全的研发试验中心，为高品质药品的研发提供了有力保障。我们坚持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，研发超乎想象的新技术，以制专制新，研精制资，用创新致敬品质。生产是企业第一的发展力，博远药业配置了国内先进的生产设备，以工匠之心考究每一个环节，以高端的设备精益生产，完备制造，以高质量贯穿生产的所有流程，缔造卓越品质。博元改变的是不断升级的产品体系，博元不变的是始终如一的产品品质。成立至今，公司先后开发生产出多个抗肿瘤、抗真菌、心脑血管及糖尿病等领域的原料药及其高级中间体。博元药业以质量第一、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，以锐意进取、聚势共赢的合作态度，获得了市场的认可，赢得了海内外客户的信任与支持。因为专注，所以专一，源自对绿色化学的执着追求与深度理解。多年来，博元药业通过技术革新、设备升级，使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生产更符合绿色化学的要求，提升了原子经济性，减少了能源消耗。在博元，人们与科技相得益彰，企业与自然友好相处，和谐共存，精彩演绎绿色医药化学传奇。长期以来，博元药业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的战略，注重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打造，依靠科技创新，博元药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。依靠科技创新，博元药业将迎来新的发展的契机。诚信、务实、创新、高效是我们的经营理念。依靠现代化的管理手段，博元药业将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，同时为员工提供一个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平台。让我们强强联合，
共同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制药企业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，共创我们美好的未来。山东博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。